回一趟。好，今天晚上睡不着，出来钓钓鱼。那现在也不能去哪里，我们就去海钓池了。那我们今天主要就是去当摄影师，今天没有要钓鱼，那就跟朋友继续聊聊天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哎呀，中间骨头去掉啊，就是一块肉弄肉掉。最主要就是看能不能出场。他有一个他那个棒子，鲫鱼哦，鲫鱼呆呆啊，它怎么那么小？小呆呆啊，他也会吃哦。会啊，今天会不会我不知道了。他平常都会哦，正常来说也会啊。给他抄到一只，你要看看有没有彩啊！挖金丝线很会中龙胆的，哎呦，啊，这次才中一条，这次已经没有了，好可爱，那后面要彩。拜托，有袋子，人家给你带头灯了，看看有没有。那没有吧？有吗？没有看到。只有网子上面有红红的线，没有，好像没有。啊，好像没有。打太真的啊！今天，哇，他今天是怎样？
嘴巴里面有一勾。啊。哦。满嘴都是洗它。被扯断的。对啊。嗯。是啊。不解它更危险，它会发炎。对啊，不解它，有些是会消化掉，有些是不会消化掉。还有一钩啊！啊，那么多钩！两钩啊！一钩不行，是两钩。好，是啊。好夸张哦！我要想救它，救不起来。对啊。我们得找阿姨那么多啊！打打。哦、你刚才那个外面是长钩了啊？哎、欸，不对，外面是短钩啊。那个一只就把它踩进了啊！啊？啊不，短钩啊，是短钩。哎，阿俊，我拍哪边，你中哪边呢？啊，这边。他真的都不会中，别人的断钩有那么多啊！刚刚那个那尾也是都是钩子，回鱼卡，我今天把他一叫，他都不会中，糟糕了，他不要打我。那你能让我中吗？啊？啊？他让他中，然后我照你的。啊、你不能怪我、啊，反拍回去。好，搞定。哎、欸，真的是魔咒哎、欸！我过去你就中了。不过是说那一台的问题、啊。哎、欸，可是我过去人家阿俊也中啊，欸、怎么那么多都有断线的？哦，没有。哇，还可装恐怖。阿俊也中了，但是他断光啊。啊，你的断掉啊？你是整个被扯断了、啊？对。摄影魔咒，摄影魔咒。你、啊、真的好。你棍哦。
这个不放松，不大哈、哦，这个样子看起来是比较没有，哦，太小了哈、哦，对。有很多小鱼啊，那不会都没有做吗？没有、啊。那我就先把它关掉，好不好？关掉就会中了。一开机就中了。有鱼、哦，有鱼、哦。没希望哈、哦，嗯，那起码看看有没有人家断了哈、哦。今天都没有对位的一次哈、哦，他说应该都没有对到。注意啊！我来给我摄影魔咒。有鱼哦！有鱼哦！破除摄影魔咒。哦，比较黑哦。有鱼哦！有没有？有踩踩踩踩踩踩踩，大的。哦，看这个机会哦。蛮大的，是吧？大只就比较有机会，有机会哦。小鱼有，哎，进不去哦。小条有吗？一条鱼而已，那小朋友而已。小朋友。外面种的是吧？哦，哦，你看那只。那以前的阉割讲起来，应该说没有魔咒了，就是位置啦、运气啦、运气问题啊，跟点这样，有时候像你这几只就比较快了哈。不要太相信魔咒，不要。看到线就不要哦，这样掉下去它就来接走。你有钩子了，它就不接了。而且你看，刚刚我们在钓的时候都不会这样。时间一到，全部都出现。哎，真的有哦。周围全部都是啊。这个地方不是没货，是有的。
那刀全部出来。他会听那个铃声啊，时间到了就听。